骑车行驶在桥上，路面起伏，身体震动，旁边还有风阵阵吹过。世新大学打造470坪智能设置基地，2256块 LED 面板环形萤幕，上方还有长宽10公尺可升降的天幕，拍摄和制作由学生一手包办。我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数位传播贯穿各学门，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，未来毕业之后能够和就业的职场无缝接轨。以往绿幕摄影棚必须去背合成场景，智能摄影棚拟真光源、色彩、影像反射，拍摄同时完成影视，和好莱坞全新技术同步。星际大战系列影集就是用这种摄影棚完成，而世新师生共创短片也将在这里开拍。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及时得到它的结果，但相对的，我们也必须要在前景的美术啊跟道具上下更大的功夫，这样子这个环形 LED 摄影才可以有更好的效果。世新当起领头羊，打造智能摄影棚，期待媒体业持续跟进，学生毕业后也能直接入行，即战力满点。八大新闻，江凯婷、林博智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